飞辣椒四号嘅副高型啦，2.7倍到2.3倍嘅。临场嘅大热门咧系四号嘅副高型啦，2.4倍嘅。次热门咧有9号嘅真龙船4.2倍，咁同埋咧有8号嘅白珍啦9.8倍嘅。落飞方面，1号、7号、11同埋12都系落飞。准备，我哋一起步嘅时候咁啊出得好齐噶，咁啊副高型慢咗少少啊，白珍都喺后边噶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啦，见到内栏有呢个悦目特别两个马走噶，外边咧真龙船已经撑咗上嚟喺第三位噶啦，再跟住后边咧第四位咧仲见到红山福将啦，咁啊外边嘅位置有活力嚣啊，中间夹住咧就系洛飞嗰只卓辉嚟噶，咁啊再后边嘅马匹咧先见到咧仲有咧就系呢只卓辉啦，马必高啦，咁啊外档上咗些少咧，先见到嘅马匹咧仲有就系真奇宝噶。咁啊，后一搭嘅马先见到手骑士啊，嗰啲马执埋一对，有专系赢啊强区噶。咁啊，暂时殿后嘅马咧就系呢个白珍嚟噶，咁啊，仲有一只咧就系吉祥宝区啊。好啦，转紧呢个银禧湾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头咧就系见到呢只特别噶。咁啊，铁栏占先咗第一半个身位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就系悦目噶。咁啊，内栏咧见到上咗嚟嘅马匹咧，仲有就系呢个手骑士啦。咁啊，外边嘅位置就系真龙船啊。再后边先见到个马匹咧，仲有呢个红山福将啦，活力嚣啊，大外档就系副高型上翻嚟噶啦。喺入边等紧位咧，仲有呢个马必高啊，卓辉俾人阻咗添。入到最后300零米路程咗啦，前面咧见到首先突围出咧就系呢个活力嚣真龙船啊，埋边悦目咧就一路挨紧嘅咋，中外档打冲锋咧就见到呢个白珍冲紧上嚟啊，大外档就系呢个真奇宝啊，入到最后200零米路程啦，前面首先突围出咧就系呢只白珍啊，埋边咧见到活力嚣同埋真龙船一路顶住噶，外边杀上嚟仲有真奇宝，个终点第一名白珍啊，第二名需要影相啊，有活力嚣真奇宝啊，埋边咧就系只真龙船噶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真系猛做功夫之下咧，呢只白珍啊，咁啊顺利喺呢度打开胜利之门啊，苏铭伦啊。咁啊，终于都赢翻场啦！第二名好接近嘅，中间绿色衫咧就活力嚣，大外档就真奇宝噶。咁啊，结果就要影相啊！好，白珍咁啊，做足晒功夫呢场啊，留头斗后都赢得好轻松啦。边个顶到第二呢？差唔多喎，压线嗰下真系好似仲系都相当 fit 嗰只活力嚣，真系叻喎！又喺1400米呢次仲近添，真奇宝喺开面应该系第三啊。虽然要影相啊，但睇压线似乎咧都系只活力挑战先啲啊。两只热门咁啊，一出已经好多飞嘅真龙船啊，顶翻个第四咧，只副高型咧起步蹬咗，跟住哇系咁执喺个外档嗰度执翻上去中间，入咗直路咁啊，骑咗一阵咁，去到200米都已经冇啦。一起步失机执翻上去，咁翻嚟就梗系冇啦，气啊！啊，起步都佢又 hold 住咧，一撞两撞都冇关系啦，佢反正都系等住缩落去噶啦。副高型又系咪睇唔到阳光又慢咗咧？系嘛？起步又慢咗，拱翻上嚟咯。有少，有时有啲马第一次戴眼罩系咁噶。唔惯咯。你好难估嘅呢啲啊。系啊，有难有唔难嘅。难估嘅。而家喂，一只戴眼罩赢，一只戴眼罩输，系咪啫？唔系实衰，但系有真系可以好咗，可以衰咗啊嘛。我都话戴眼罩外档抢口，我话赢，你都好攞命嘅。系啊，慢慢走啦，嗰啲啊特别悦目。金龙船咧，金龙船喺第三位咯。俾佢嗰只红山福掌就掉佢啊！猛嗰度咧，嗰只红山福掌咁望佢，咁掉佢，掉真系几嘢。我嚟嚣啊！跟住后边啦，啊，搵翻只白珍啦，好后噶，第三啦，喺中间，好后噶真系。跟住卓辉嗰个位后边都仲未上到嚟噶。喺呢度我都话，哇，真系都又贴错咗啫，系嘛？点会贴唔系？唔系啦，嗰啲冇嘅，越追越劲，越追越劲啊！真系冇。哎呀！哇，条鱼抌紧啊！吓，呢度赢紧啦！曾奇宝上嚟，其实个身都好重啊，重系。呢度同阿马大一人嗌一只，后边嗰啲，后边嗰啲就停晒。专系赢唔系好曳啫。不过讲啦，